好，那分享一下就是送修回来的显卡的状况。这张是3070 Ti 嘛？那看一下它的那个风扇都帮我更换成新的，那螺丝呢也更换新的，那整个散热鳍片呢也是换新的，所以就跟新的没两样。看一下背面。这是背面的样子，所以你看散热鳍片都新的。3070 Ti，好，可以，那就这一张3070 Ti 就回来了，变新的吧。那这张也是3070 Ti，回来也是变新的，就全部都更换了，那个风扇、螺丝、散热鳍片也是换新的。好，那看一下这个6600XT 嘛，它这个就只有帮我换风扇而已，那个螺丝就没有帮我更换了。三个风扇都换新的，那散热膏也是换新的。在这张6600XT。一样，他只有帮我换风扇，那跟散热膏冲突。一样，再看一下这个，也是一样，帮我换风扇，重新涂散热膏。不过鳍片也蛮新的，我这个散热鳍片，对吧？好，今天主要分享这送修回来的5张卡，那刚好有机会就分享一下。好，那感谢各位收看。